各位观众，这个麦克风支架还有摄影师，现在人手都很不够。通常你会看到摄影组这样子，他会这样拿。那摄影师就手就不够用了，你叫摄影师每次都拿一支麦克风冲撞小朋友，啊，就一只手搞定他嘛。哦，当然你也可以插在肚子这边不好看而已啊。哦，那通常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平常这里也能收音。要用的时候拔起来，高效率、快速，好、哦，那会不会摔下去呢？还好啦，还好，这都可以转紧的，好吗？再来，这一类的指向麦克风呢，访问、肩、指向机头。各位，那我这样子插进去，哇！这么完美，好棒的声音啊！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收音。好，那这个当然你不喜欢这个接头，就麻烦你换成小头的就可以了。好，怪机师通用型麦克风支架，好，谢谢大家。